够，主机再往外面攒一点点是刚刚够，四级满格了。哎，出来了，再刷，继续刷，看一下，看一下网速怎么样 ？OK。现在咱们这边开始组装这个信号增强器。那个不对，那个插不进去，这插不进啊。信号增强器一共有这三个快递，一二，然后这边第三个。因为鼓捣了半天，终于把这个天线给组合好了。那个连毛骨头的，这个应该连这里了。然后现在又在研究其他的。现在，阿姨在这边摘菜，毛毛在这看家。然后，阿乐的老婆在这里洗菜。然后，这里面炖的大米饭。阿勇在这边切肉，我今天要把这个肉给炒了。炒了然后就放在那个盆里面，不然的话肉在这边放的时间长了会坏。然后这个是，哎呦，这里视频里面看的特别黑，就这两个啊，这个猪脚和这个鱼是阿乐在从湖北带过来的这个腌肉，那是大辣椒，这个是香蕉，这个是苹果，这是西瓜，洋葱、茄子，这是我们打算过两天风停了以后，然后种在外面的小苗子。刚才阿乐说信号最强的是这里，咱们现在往这边放，应该够。主机再往外面攒一点点是刚刚够。看，试一下，你的手机试一下。看一下，不行我就换根天线。四级满格了。哎，出来了，再刷，继续刷，看一下，看一下网速怎么样 ？OK， 可以。啊，这网速已经可以了呀。可以了，现在信号。现在我们要吃饭了。这是，阿乐从湖北带来的烟鸡是吧？辣鸡。烟熏鸡。超好吃，看小赵吃饭就是那样子，蹲在那看毛毛，毛毛你都吃完了吗？